今天其实很开心呢，可以邀请到我们孟姐店长呢来到现场来参与我们今天的开幕季活动。在这边呢，我也想问一下，孟姐今天担任我们迪士店长的心得是什么呢？我的开心今天带来台东很多马的会会看到大家，而且听说有人今天好像是很多，没有很多。可能我定位成功了，没有。刚刚有人这样讲，可能还没上，还没上。可是我们刚刚，谢谢你们。那今天呢，也让我跟平时更了解，就是三星 Galaxy S22 Ultra 的更多资讯。对，然后如果大家想要体验的话，都可以欢迎来台中 Nova 的这个三星的摊位来体验。而且这边有很多的工作人员，就是有任何的问题啊，都可以直接问，他们都非常的亲切。然后当然是开幕，就是有很多的优惠嘛，对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这几天。感谢我们的孟姐呢，带来这么详细的分享。那再次跟大家讲一下呢，如果大家有喜欢刚刚孟姐跟大家分享的 Galaxy S22 Ultra 的话，今天购买的话，我们前十名呢会送你 Vita 的不粘汤锅，市价3600呢，直接让你轻松带回家。而且刚刚行动电源99块嘛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耳机也很便宜。等一下3:30的时候呢，我们那个舞台的旁边呢会有排队的队伍。3:30，我们有优惠 Galaxy Buds 2，原价4990元，限量30组呢，只要990。天哪，又是打到骨折价，直接让大家带回家好不好？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把握机会，并且呢，今天在我们台中东华门市里面呢，在4:00到8:00之间呢，如果有来体验我们三星的产品，今天现场呢也会有另外一家码赠送你精美的好礼，所以记得呢要每时每刻呢都要来锁定我们台中 Nova 三星智慧馆咯。好，在活动的最后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想要问一下孟杰店长，可不可以跟我们现场所有的粉丝来一个大合照？哦、oh.